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方便的就是你同时按下两个旋钮，你可以进入 Master and Slave 模式。那你只要是 YC Onion 的灯都可以使用这个功能，你就可以轻松同步你的特效啊，或者是颜色到另外一盏灯去，你就不用跑来跑去去做调整，可以省下非常非常多的时间。你就可以不用跑来跑去去做。如果你有很多盏灯，你就可以不用跑来跑去去调整每一盏灯的参数，你只要 Master and Slave 就可以控制所有的灯，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所以如果你有很多 YC Onion 的灯，你就可以用一盏灯当 Master， 其他的灯当 Slave， 你就可以快速同步所有灯，真的是非常方便。所以如果你有很多 YC Onion 的灯，然后你就，所以如果你有很多 YC Onion 的灯，你想要同步所有的灯光效果的话，你就一个当 Master， 其他的当 Slave， 你就可以快速同步所有灯，真的是可以省下非常多时间。如果你有很多 YC Onion 的灯，那你想要同步所有的灯光效果的话，如果你有很多 YC Onion 的灯，你用 Master。如果你有很多 YC Onion 的灯，你就一盏灯当 Master， 其他的当 Slave， 你就可以快速同步。这真的可以省下非常多时间，就不用冲来冲去，一直去调整。